周五大声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04了。哎，我们赶快开放现场 call in 好不好？今天呢，报名的这个听众非常非常踊跃，我们平均一个人只能讲两分钟的话。第一位已经打电话进来，来自马来西亚的全华。全华你早。志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我有打进来，可是没有人接电话啊。系列系列，我们电话太忙了啊，好、哦、抱歉抱歉。来来来，我们今天把握时间好不好、啊、这个不管有没有猜对我们都有礼物，不过呢你要先回答我们的灯谜的答案了哈，好不好？好好好好，这个很简单哦，真的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先请教你哦，这个胖子开会啊、哦、胖子开会，我要猜一个中国的地名好不好？中国的地名啊？对，中国的地名。胖子开会，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啊、来，我们换一题。爷爷的姓，爷爷的姓，来猜一个明初的人物，两个字。爷爷的姓，这好难哦。哎，不会不会，你放心，这个人这个只有两个字，然后对中华民国的影响非常的大，他就是关键人物。张先生，孙文。好，哎，正确答案。好，一到二十号有两个题目，有二十号有二十个礼物哦，你要选哪一个呢？啊、哪一个号码是你？啊，我的生日号码是七号咯。七号，好，你得到十七，你啊，十七号，十七号是不是？没错、嗯，好，你得到的是央广最新的纪念品，有原子笔。好，谢谢你，谢谢你，全华哈，全华，谢谢你，拜拜，拜拜。好，第二位听众是打电话进来，是雀许，雀许你早，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先转啦，啊，我啊，好了，卡嗨一下好不好？哦、来来，都滚起来。安内哈，啊，是嘞，是嘞，是给你擦掉。来，请脑筋起来。安内哈，来请教你哈，我们这个来回答问题好不好？我们也是回答这个古时候的人物了哈，好不好？好，来，这个有一位诗人，有位诗人哈，这个名字唐代的诗人哦，你要注意两个字哈，这题目叫做《禁放牛羊》，禁止。来牧放牛羊，哎，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其中有个字在里面，两个字，里面字里面有一个字有牧，牧羊的牧，牧牛的牧，两个字，唐代的诗人，杜牧吗？对，没错，就是正确答案。好，一到二十号有礼物有奖品，你要选哪一号是你的呢？嗯。十五号，十五号，好，故宫的年代腕表，来，谢谢你，雀许，谢谢，这是，谢谢，嘿，很棒很棒的礼物哦，哈、哦，来，谢谢你，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啊，这个现在是7:07了，我们还接听第三位听众要打电话进来，不管今天啊、哦、有没有这个打电话进来，有没有这个有礼物啊、哦，这个我都已经黄分了，有没有答对，通通都可以有礼物，刚刚。我们在广告里面告诉大家啊，真的是答错了也有礼物，答对了就有奖品。第三位打电话进来是郭先生，郭先生您早。哎，老师好。是是，哎这个燕西啊，这个早安啊，新年快乐。好，这个哎，新年快乐。来自中国大陆嘛，对不对？对对对。那我请教你中国大陆的这个地名好不好？非常简单啊、哎哦，非常简单。哎好。兵强马壮，要猜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名。兵强马壮，它在湖北省。湖北省。对。兵强马壮。对。叫武汉三镇里面的其中一个。有个武字。武汉。武汉，武汉差那么一点点，武什么？他原来叫做不叫武汉，他原来叫武什么？兵强马壮。其实你也算答对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同一个地方，只不过名字不一样。他叫做答案的谜底叫武昌。哦，是是是，好，没问题，不管答对答错都有礼物，都有奖品。来，一到二十号，除了十五、十七之外，你选择哪一个号码作为你的奖品或礼物？五号，
五号是不是？好，五号就是故宫年代腕表，哎，这个价值也是非常的高哦。好，好，谢谢你，燕西，谢谢，哎、谢谢、哎。好，谢谢老师，好，拜拜。好啊，这个来，这个有一位郭瑞芳小姐打电话进来，哎，郭小姐您早。啊，志平兄早，是，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啊！这个你从什么地方打来？江苏苏州，江苏苏州是不是？好，是。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你啊，也是猜中国地名好不好？好。还滚滚江水要猜中国地名，在东北边，在北边，在北边。是省份还是城市？城市，城市。滚滚江。对，滚滚，滚滚是不是就是很冷啊，还是很热来着？有没有什么地名？热河吗？是，没错，就是它。哎呀呀呀呀，你太强了。好，一暗示就有答案。一到二十号，你选哪一个号码？除了五号、十五号、十七号之外。四号，四号，哎，你得到的是央广最新的纪念品，肯定是大家都还没有拿到的原子笔，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好，拜拜，拜拜，哇，今天最忙的是，并不是我，也不是志兴，应该是志兴，志兴比我还忙，因为他要忙着打电话，来，接下来的是，哎，小燕，小燕你好。志平哥好，是，哎，新年快乐，大家好，是是是，哎、谢谢谢，新年快乐啊、哦，哎，这样子吧，这个来猜中国地名好不好？好的，好，来，刚刚有一题，胖子开会，请你猜一个地名，一个城市。胖子开会啊，那瘦子就不开会了。瘦子没办法开会，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胖子？哦，我不可以这样讲啊。来，都是胖子。对，你两个字，胖子就是很瘦还是很肥呢？河北啊。对，耶好，你也答对了。一到二十号，你要选择哪一个号码作为你的礼物？十八号，哎，你得到的是便条纸，这也是哦，咱们很少送的礼物啊、哦。哎，谢谢你，小燕，谢谢，谢谢，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这个现在时间早晨7:11，现在打电话进来叫做依依，依依你早。嗯，志平哥好，新年快乐。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刚睡醒的样子。对、啊，好，咱们群里面有两位依依啊，你是哪一位依依？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宁夏依依 ，OK， 是好 ，OK， 来，我们也是一样，请教你这个这个灯谜好不好？啊，很简单，很简单。来，人脱衣服，他穿衣服；人脱帽子，他戴帽子。请你要猜一样，这个你家里面一定会有的东西。家里有的。对，家里面有的，打一个物品。人脱了衣服，他就要穿衣服；人如果脱了帽子，他就要戴帽子。帽架。哎，对，哎呀呀呀呀，你太聪明了！好，好，来，这个一到二十号的礼物，你要选哪一样呢？一到二十号，十八号。十八号已经有人选了。十六号。十六号，哎呦，不得了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样东西，它叫做这个这台湾的景点的邮票。好，谢谢你依依，谢谢你哦，你今天运气很好哎，这只有这么一个啊、哦，只有这么一个，谢谢你，拜拜。好，接下来我们这个还是要继续请志兴来打电话，不过现在时间是早晨7:13了。今天呢报名的听众非常非常踊跃啊，很抱歉志平只能依照这个报名顺序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呢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要么你就抢时间打电话进来好不好，要么呢这个就等着志平打电话给你。当然了，我们的暗示啊非常非常明显，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礼物送出去哦，这个答对了有奖品，答错了也有礼物，所以呢您放心，您一定会有礼物的。接下来是曹先生，哎，曹先生您早。曹先生您好，您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春节快乐。好，这个您在什么地方打来？我是在那个山西。山西是不是？好，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来问你这一题啊，这个猜一个中国地名好不好？好，一路平安，猜一个城市。一路平安，一路平安，猜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应该在东北边吧，在大连附近。一路平安就是你的这个旅行很怎么样啊？喂，曹先生，你还在吗？在。想不到。好，没问题。就算你想不到好了，没关系，你还是有礼物哦，好不好？一到二十号，你要选择哪一样呢？几号作为你的礼物？四号是不是？四号刚刚已经有人选喽。5号也是有人选了，抱歉，4、5、15、17、16、18都有人选，所以你要选其他的。3号好，三号是便条纸，放心，我们也会赶快给您寄上的。好，谢谢你哦，谢谢你，曹先生，谢谢，多打电话进来哦。好，拜拜。好，这个接下来是，哎呀，大侠打电话进来了，白眉大侠，大侠您早。子平，早上好。是，新年快乐啊。也祝你快乐。是，你从这个中国什么地方打来？山东。山东是不是呀？山东，来，咱们再请教你好不好？好，我们问这个也是中国的地名啊。永久太平，我们猜西边的一个城市。永久太平两个字，哪个省份的？哪个省啊？对，陕西。永久太平这个地方啊，好多好多兵马俑啊。嗯，西安。对，没错。好，谢谢你。不过他从前叫做长安，对不对啊？好，对。嘿，请教一下，除了三号、四号、五号，还有15、16、17、18之外，你要选择哪一个号码作为你的礼物或奖品呢？五已经有人选了。六好，哎呀，恭喜你大侠，这个你选中的是国旗铅笔啊，中华民国国旗的铅笔，这也是限量礼物，今天只有这一套了啊，恭喜你，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们准备了两个只有一套的礼物，目前都已经被抽走了啊，谢谢你大侠，新年快乐。好，接下来打电话进来是王瑞雪。哎，瑞雪你早。嗯，子林哥早，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从什么地方打过来跟我们的听众说？浙江宁波。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是一样，请教你这个灯谜跟地名有关，好不好？好，注意听了，注意听哦。风平浪静，猜中国的地名一个。宁波。这就是你的城市。哎呀，这简直就是送分题呀、啊。好，哎，瞧你乐着了，哎，新年可快乐啊、好，来，1到20号，除了刚刚那些号码之外，你选一个号码好不好？3、4、5、6，还有15、16、17、18都不要选了，其他号码都可以选。3、4、5、6是吧？都不要选，都不要选。七原子笔，哎，这也是最新的纪念品，最新最新的纪念品啊、肯定大家是还没有的，谢谢你，谢谢，好，拜拜，谢谢，拜拜。好，接下来的我们今天最忙的真的是志兴，志兴，我对不起你。好，这个接下来打电话是依恋飘雪，哎，飘雪你早。喂，志平大哥，早上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一样啊，从这个东北打来嘛，对不对？对对，是的。好，来，我们一样来猜中国地名，好不好？啊，来，大江东去，猜中国地名。
大江东区，对，中国地名，对，这个地方目前是最热闹了，而且啊，这个长江口，经济发展非常非常的畅旺。那是哪里呢？这个地名几乎做生意的人到了中国都要来这个地方。那是哪里？是上边还是下边？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上还是下？在长江口这么一个城市，名字里面有一个上。哎呀，我的提示太明显了。上海。哎，是，就是了，就是了。你看看我们的地，我们的题目今天多简单，对不对？是那个简单。是，来，三四五六七，还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之外，您要选择哪一个号码作为你的礼物？那我就选十八号吧。十八号已经有人选了哟。哦，那就选。十七号，对，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都有人选了，您不能选了。十五、十六、十七，那就选二十号。二十号也是，哎呀，原子笔，这是央广最新的纪念品。哦，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拜拜。啊，接下来打电话进来的是薛飞，薛大哥，薛大哥您早。哎，早上好，是志玲。这个您放心，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题目，好不好？我脑子很笨的。您放心，好，金银铜铁，猜中国地名一个。金银铜铁。对，咱们不是说金银铜铁席吗？那现在是金银铜铁，那中国地名正好有一个，在江苏。四平。啊，四平对吧？志平。叫好，这个题目咱们保留好不好？没问题，来，一到二十号，除了刚刚那些号码您不要选，您再选一个好吧？一号、二号，或者是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还有十九，您选哪一个号码？选十九吧。十九，哎，不简单。今天第一个送出的就给你了，这是央广今年2018年的 QSL 卡，而且是一整套的哟。所以呢，现在才一，我最心仪的就是这个东西了。真的好，谢谢你，薛大哥，谢谢谢谢，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节日快乐。哎，好好，接下来打电话进来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您好，您大哥您好，您从什么地方？哎，新年快乐，您从什么地方打来呢？我在湖南桃源县。湖南是不是？对对对。好，来，请教你啊，这个我们请教你这个很简单的谜题了啊。好，刚刚有一个题目呢，好像没有答出来啊。一路平安，猜中国地名一个，在东北，在大连附近。我们常常念书的时候，把大连跟这个地方常常讲在一起。就是你的旅行要怎样很平安，对不对？大连有啊？四平是不是？不是，大连有没有地方？或者是在东北有没有地方是旅字开头的地名？啊，旅顺。哎，对了，好，来，一二，还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还有对这几个题目，这几个号码，你要选什么哪一个号码？十四吧，十四是不是？哎，恭喜你，对对对，你得到的是最新的央广的原子笔，这是最新的纪念品，你肯定还没有的哦。谢谢你，谢谢。好，接下来打电话进来是陈莹，陈莹从高雄打电话进来。哎，陈莹早。夏老师早。哎，陈老师早。请教一下，我接下来问你这个地名啊，好不好？这是有关于台湾的地名，因为你在台湾了嘛，对不对？是，好，这个不，咱们还是问这个，这陈莹太聪明了，咱们要给他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好，脑袋还没醒呢，还没醒啊。好，那我给你一个更简单的。天哪，这人家都说我跟你作弊了。一个老头不跑不走，请他睡觉他就摇头。一个老头不跑不走，请他睡觉他就摇头。这是你们品会玩的一个玩具哦，这是一个玩具，小孩玩的玩具。玩具？对对对。打玩具吗？对，一个玩具，一个老头不跑不走，
请他睡觉，他就摇头。是那个吗？你怎么样都弄不倒他，那叫什么？我都把答案说出来。不倒翁吗？是是是，没错，你真聪明。来，选一个号码当做你的礼物好吗？一号、二号，让品慧来选好了。好好，品慧，你要选几号？选十号。十号也是最新的原子笔要送给你喽。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是从高雄打电话来的陈英。来，接下来是彭小花，彭小花你早。哎，你好。你好，哎，抱歉，我们节省时间好不好？哈，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来，请教你啊，请教你，这个重男轻女猜中国地名一个，在西边，在贵州。重男轻女是吧？对。重男轻女，赶快猜。重男轻女。南就是阳，南京不是不是、okay. 南就是阳，阳阳光的阳，所以这名字里面是什么阳，在贵州叫什么阳？天哪，我的提示很清楚。贵州不是有这个地名吗？贵阳。哎，是没错。哎呀，您太聪明了。来，一号、二号，一号、二号、八号，还有这个九号、十一号、十二号、十三号，您可以选一个号码。我们今天最重要八号，是不是？八号，哎，好，不得了了，这是很棒的礼物，央广一整年的 QSL 卡，今年的直到现在只到二月，咱们的三月以后到十二月全部都要送给你，你看你很棒很棒啊、哦！哇，谢谢是是是，太开心了。好，谢谢，拜拜拜拜。好，这个接下来打电话进来是谁呢？我们现在已经7:25了，七点，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把所有的听众都打完哦，希望可以了啊。接下来打电话进来是王秋林，哎，王先生您早。您早，您早，您早。哎，这个咱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题目好不好？嗯，请讲。好，简单一点的题目，来，九点猜一个字，九点。九点，哎，早上九点钟，晚上九点钟，那个九点，九点猜一个字，一个九，一个点，哎，一个九，一个点，那是什么字？啊，完，对，没错，您答对了。来来来来来，一号、二号，哎，还有这个九号啊，十一、十二，您要选哪一个？十三也可以。1号吧，一号原子笔，这是最新的一个这个央广的纪念品，这是原子笔，谢谢你，王先生，也多多打电话进来喽，好吗？啊，好，尽量。好，谢谢你。哎呀呀呀呀呀！天哪，天哪，谢谢你，拜拜。啊，今天打电话进来已经有多少个？自评算算，1、2、3、4、5、6、7、8、9。10、11、12、13，哦，已经有13位，这可能是创下这个自从这个早安台湾呢、哦、变成半小时后最高纪录。哎呀，又有一位打电话进来，这是吴成峰大哥。吴大哥你早。嗯，志平兄你好。是，哎，你好你好，过年好过年好、啊、来，咱们把握时间啊、嗯、最后一点点时间、嗯、来来来，请教一下啊，请教一下，青莲碧水两相映，才一个宋朝的女的词人是谁？啊，你再说一次。青莲碧水两相映，青莲青色的莲花，碧水碧潭碧水，两相映，可见这水很清啊。她姓李，女词人，她非常非常有名的，她叫李、啊、李清照。是，没错、啊、太好，我们山东的，我们这个地方的啊，太好了。来，九号、十一、十二，您可以选这个礼物，或者二号都可以。九号，好，您得到的是故宫年代腕表，谢谢您，谢谢谢谢，好，恭喜你喽，好，哎呀呀呀，今天有14位听众打电话进来，现在已经是7:28了，哇，这个我们开放现场 call in 以来啊，这个今天算是创纪录。除了我记得有一年咱们这个大概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总共16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这个比赛唱歌，我记得那一年是创纪录了。但是呢，自从早安台湾改成半个小时的这个版本之后呢，今天也算创纪录，有14位听众打电话进来。从头到尾我看最忙的就是志兴，等一下我要请志兴吃早餐。还有我们的这个录音师也很辛苦了啊、哦。
不过呢，最重要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来猜灯谜呢？最主要就是过年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愉快的这个心情持续到十五号，好不好？哎，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越来越快乐哦。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哦。2018台湾灯会比加啦，从2月16日到3月11日都有免费接驳车接送服务哦。搭乘高铁的民众，请到高铁嘉义站接驳区换车；搭乘台铁对号车民众，请到嘉义火车站后站换车；搭乘区间车民众，请到南靖站换车。嘉义市及云林县的民众可分别至嘉义棒球场及斗六棒球场免费接驳哦。详细接驳时间资讯，请上2018台湾灯会在嘉义网站查询。以上为嘉义县政府广告。